感染扩大，除了原本的四名清洁员以及一名防疫计程车司机之外，指挥中心扩大裁减861名清洁员，结果在昨天晚上又验出了3名清洁员确诊。桃机的群聚案确诊人数现在已经累积到8个人。指挥官陈时中他也承认 Omicron 已经进入本土，但是由于新增确诊的清洁员大多是大夜班的清洁员，为了要避免有潜伏期的未爆弹，桃机93名清洁员漏夜送集中检疫所来隔离，同时指挥中心也加派人力在现场帮忙做裁剪。现实公司数十位夜班员工全部都带着行李，5号晚间排队上游览车到集中检疫所隔离。会要求隔离检疫，就是因为再度新增3名清洁员确诊。例子各有高低的不同，都会列入我们未来在调查的一个情况。Omicron 已经进到本土了。新增的3例清洁员全部都是女性，1例50多岁，2例60多岁，全部都跟之前确诊的清洁员同职场工作的同事。指挥中心调查，确诊清洁员搭乘的交通车有路线混搭的情形。发觉他们在这段时间。在座位上面就变成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。为了堵住破口，指挥中心要求所有交通车都要梅花座，而且固定座位。如果要变换搭乘路线，必须报准。三级警戒以后降下来之后，这方面的措施就已经松懈了。对于这些，我们并没有。桃机群聚累计8例确诊，其中除了最早确诊的案17230有出现发烧的症状之外，其他的人都是咳嗽、喉咙痛等轻症。指挥中心扩大狂烈裁检，机场防疫小黄司机577人，还有清洁公司人员一共881人。前进指挥所启动紧急防疫措施，除了夜班清洁员93人全数送集中检疫所隔离，其余没有隔离的员工一共有768人。6号、7号每日自我快筛检测，8号再度全员 PCR 检验。桃机的单位多，将近200个，工作人员高达30000人，3个裁剪站扩大为5个裁剪站。信实清洁员染疫，有民众爆料，桃园市府大楼清洁工作也是委托信实公司，担心市府大楼成为第2个桃机。对此，卫生局回应，初步调查，市府大楼40名清洁人员跟桃机并没有交流，要民众不必恐慌。记者林英伟。